对不起，我想我娘了。在家种的帖子，老板收到了吧？收了。开张就有开张的规矩，到哪儿都一样。我三江水下的帖子，你应该是得有多大份。 足斤足两，兄弟，钱背下了，命在身上，你看哪个够分量？拿去。我看那双眼睛不错，好像我娘那只。要一对儿还是一只？妈。 要不，来我们家。行，真跟我一样。今天是我娘的忌日，这两盏灯给老板留着照路，竟然常在绿水上溜，先走一步了。 人都没了，讲什么规矩？干脆点，我捅你三刀，你捅我三刀算了。俗了，俗你来个不俗的。那有张椅子，看到了吗？立马我叫你坐那儿去。坐不踏实了，这钱归你。开玩笑呢，是吗？ 念经就限这么一回，下次要超度了，请吧。我说心里话，你的眼神跟我爹是一样的。你是我为徒吧？教你是糟蹋祖宗的东西，我说的也是心里话。 好歹教一点呗。